怎么地吧，无所谓了。全军出击，来一把威恩，打一把铁男。哎呀，小心点，你给我干他来。这人想干嘛呀？你自己打一下啊，他要传送了。用生命清洗血液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。趁黑出动。福耶哥打野。也行吧，佛爷哥。我听见了鱼只的呼喊。中单跑过来了，没办法了，交闪吧。黑夜也会怕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小控一手线，我们现在没闪现，稍微小心点啊，很有可能我们会变成终极感克对象。趁黑出动，看着点中路，中路没了呢，小心点。那打野其实威胁倒不大，基本上晕不着我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，会不会在草丛里边？
点燃有闪现啊，直接抠闪我们就滚，漂亮啊，达夫。他还没有传送，游戏结束。哎，这为什么过不去点去啊？我服了。来人了，挺吓人呐，一整人没了，中路人又没了，溜了。先来个狂战士镜甲，咱再来个正午剑袋啊，这把得出盾弓。我带的是印星，我没带攻速这把。上一波他闪没交，知道他有闪。算了，不救了。救不动了，把我双招救没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妈蛋！一顿乱秀，确实我直接走就行了，我都不用跟他秀。关键你说他来，我能放他，我能就这么就放他走吗？你说，来多少趟了，没完没了的。我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听见了，这都膈不膈应人？你说，
他要是传送的话那还行。看看能吃几层塔皮。那铁男人咋没了呢？不打了，回家了。我就不出海妖了，我出那海妖太脆了。再把云让人干，我们出盾弓。这边还有个齐亚娜这种东西，出盾弓我估计都不一定能好活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不出狂风吗？没人出什么狂风。我们先把上路塔拔了，拔完以后下波可以去打小龙。来波小龙团战。中单零杠五，哎呀天！小龙，小心点。漂亮。小龙被拿了，小龙被拿了，回家吧。刚才不暴击要出事儿，不会的呀。刚才我盾弓都没触发呢，盾弓没到点儿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没到时间点呢。你怎么连个蛤蟆你都要打呀？我吃个蛤蟆都有问题呀、啊！
这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？蛤蟆都不让吃，我都佛了，我就吃。我就吃，能怎么样？那齐亚娜搁右下角，一会儿跟我们过来，直接一波，我们直接全死，千万不能让齐亚娜来啊！没事，咱慢慢玩吧。他们家的阵容跟他们慢慢玩没关系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个辅助吧？这不是辅助，这是 ADC， 我天！黑夜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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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搁里边。来点点点点玉点，滚过来，点点，哇，这牛头蛇脊被人，发芽。你刘哥 Q 闪留我们，那没办法。先拆塔，能拆塔的话先拆塔，撤吧。我先把跳弹打了，赶紧过来把跳弹打了，要不然他跳弹跑了。漂亮，压了，破败了，破败出完出羊刀，羊刀出完出春哥，春哥出完随便出一个，无敌了。有些兄弟他不喜欢出羊刀，知道吧？但其实我觉得羊刀可以，因为我们点两下一个比点三下一个三环要舒服一点。罪恶潜伏在各角。小龙，啊，行，我觉得这波我们可以去把对面高地推了。看来不行，这有个牛头，看着点对面复活时间，走了。齐亚娜为啥出盾兵？我盾弓是盾呢，他出巨蛇之牙不就让我没有盾了吗？
齐亚娜的右边，我们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好位置就可以了。打团不用太往上冲。伤害真高啊，一驱使真高，我发现。把中路推了吧，我盾弓加上自己的盾加上一个闪现都没跑了。看看人家，那不都打我了吗？是应该死一把了，那齐亚娜是应该盯着我们了，那没办法。还杀一波了。玩的 ADC 为人不可能一直不死的，在我出道春哥之前我必须得死一把。这个杰拉我都不知道他干啥去了。不着急往上上啊，这都不着急。那齐亚娜不出来我们可以不上去。那奥拉夫是不是有点崩了啊？我的哥，这上哪跟你，疯狂了呀，真疯狂了。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，沈阳他们是爱乐一场。不过没关系，齐亚娜这波没技能了，那里头有没有流给我进去。好的，点滚点点点，那大龙我能打过吗？啊！不行，我打不过他，我打不过他，你快点来！那你得来呀，你不来我咋打的呢？小龙这波可以直接打，我不用更新装备。那你下不来。回家先出春哥吧，先出春哥我们下波团是必赢的。如果下波不先出春哥，先出绿草那什么，先出羊刀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没有办法赢了。那齐亚娜有闪我就死了。把下路推了吗？
两个技能怎么能打我身上打这么多血呢？很奇怪啊。我看他牛头直接二连我。往后拉啊，别急啊。往后边站，那前排有永恩和奥拉夫跟我们顶着，他敢放技能齐亚娜，我就让他们家全死。搞好位置，别往上冲。无敌了，刚才我不敢说我无敌了，但是现在我敢说我无敌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给个舞台，不用舞台，给个舞台肯定不行，人家家有铁男。这个舞台我们是肯定是受不了。好点。我说我无敌了，能不能无敌？我就想问一问，我就想问一问能不能无敌？算了，别追了，哎，拉倒吧，推中吧，管他干嘛？哎，我操，这奥纳夫！这奥纳夫是真不怕死，你咋那么猛呢？变大一点，我现在印性48。相当于我比水银孩的印性还多了13。嗯，我们的印性，我直接让自己变大。我听见了，小龙可以要，来，龙魂有了。那泽拉斯那位置没有队友，不要了，这小龙给了，没视野，我们过去就等于送啊，不要。这波怎么办呢？这波直接推上路，中路对面兵线很差，我们去推上路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，这个大龙不能给啊。也会怕我。谁的点炎？可恶的点炎！
不打不了大楼了，他们应该还是打下来了。可惜了，大龙给打下来了。在里边一打一不好吗？我在里边一打一，外面指定全给我呼住了，我出来不死了吗？而且他有沙漏。永恩装备也不错了吧，三件了。这福耶哥挺有意思。来，一波。那福耶哥挺有意思。这种破装备从屁股后头要掏我们，你靠塔打从屁股后头掏人，确实是。行吧，这齐亚娜也齐了。拿下了，谢谢青羽的飞机。